对一的时候，那个对方都是女生啊，对，所以今天突然对方是香蕉男生站在面前，所以我们国文老师有点害羞了，破例一下。OK OK， 来吧。
来掌声鼓励好不好？其实我还蛮希望你们两个 PK 一下，哎呦哎呦，我还真的蛮希望的，你知道吗？水鼓跟真实的鼓来比较，对对对对，我们可以听一下那个感觉。我觉得这样子好了，我现在考老师，老师看看我们两个的造诣如何。我请考我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是水鼓，对，要来 PK 我们的爵士鼓，我们的小林老师，嗯，对。林老师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先喽。3, 2, 1, let's go。哎，来，掌声一下哈 ，Yeah！ 哎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哦，太简单了。好好好好好，来一个比较南美洲风格的，啊，南美洲风格的，来喽，是边鼓喽。3, 2, 1, let's go。我们两个有麦克风，对，我们可以发声，可以讲话，可是老师没有，对，说不定我们老师想挑战你，也不一定啊。来，掌声鼓励好不好啊？哇，我听到金属音，嗡不飒飒，可是我一个老师，你一定不会。3, 2, 1 ，Let's go。不要让我们老师掉下，把他鬼给拆了。就像你对我夸夸，哎呀，你脑袋拎起鬼啊！好好大啦，这样子是吗？好，好了，换我报个名牌。好，好，来来来。